为什么会电到？金属球充电，所以电跑到哪里？里面了，是不是？他手触摸这个小球的时候呢，就两极构成回路，就会形成电流，就被电到了。好，那大家想不想做这个来动品？此刻呢，这个来动瓶有没有电？没电。那怎么呢使它带上电，对它充电？那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电？摸一下。那谁要来摸？有没有电？有没有听到？有没有听到啪了一声？这种带上电的这个容器呢，就称为电容器。这种容器呢，它可以储存电荷，它是在莱顿城发明的，所以称为莱顿瓶。